拍，鲑鱼。自己吃三杯鸡。对，今天干没牛排馆点点鸡肉。很够哎。我特别想买鱼。反正我觉得这些点心都方便，很好吃，不好吃嘞，贵重的下饭，可以高汤，不可以打鼓，不可以打鼓。这鱼是哪？不是有点吗？不是有点一样的吗？那就很好吃。鱼都没有点一样。比较好吃。真的干点。有这个点小红的烤鸭，慢慢吃。好香哦，对吧？而你这家的时候他很少要带你出来吃，不过他喜欢吃家里的。哪有那么多时间在家里自己吃？你爱吃这个，那这个不一样，这比较顺口啊，这比较有。会吗？这我想到上次去贝港吃那个鸡汤，这边的那个鸡汤的锅料，让比较对。对吧？还有那个料还一面，根本吃不到什么料。那一样的价钱，但是料。哎呀，你给我16号，我招一个。16号。女儿吧，女儿。
你进入先补，再再进。那个是谁啊？这么多已经好久了。没有，让你去过淡水。白酒它会硬的。是。你要是遛弯正好的话，就不管了。你看你班上这么块儿。一百七十八，我从手里。那来就是。二十九块。加不加好？我像之前那个，如果一当机就整个东西。它里面还有东西吗？我早上给它整全掉了，它还可以录两个小时，电量还够。你要不点汤就不会很饱了。不要点。嗯。看起来。谁啊？下面那些。反正天气关系。这有刺，我那个，这是什么鱼？嗯，蓝鳍鱼，我鱼全名，不知道是鳍鱼腹啊，好像不是分开的。好像是河蛋吧？嗯，是，原上鳍。这可以拿。